小麦怪怪真大，一起为天主加油。虽然你现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可能未来的几年以后你一定会听懂现在你徐叔叔跟你说的话。希望将来你可以茁壮成长，将来在有一天你没准会有机会成为申族议员哟，加油。Hello, hello, hello.